我国最大的佛像是乐山大佛。对。得分，我国建军节是7月1日。对。不得分。2017年，成都白天时间最短的一天是，开始。冬至。来加上10分，最后看谁杯子里的水多，哪个队就获胜。你可以把壶嘴拿起来呀。我听。没满，还没有满。题目呢是，用劳动换零花钱好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你不用劳动的方式来换取金钱，那你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获取金钱呢？劳动最光荣，就说明我们是不需要用金钱换取劳动的。劳动就是本来我们的职责。成都市位于我国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的西部，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本期智力快车来到了成都进行校际大比拼。在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的体育馆里，一个带有成都特色的比赛场地慢慢地搭建了起来，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我是陈怡，今天呢，我们智力快车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校际大比拼。那么这次呢，我们的校际大比拼呢，一共有4所学校参加，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一下。首先是我们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校长纪律，总纲第一。成都市墨子桥小学分校的同学们，幸福教育，幸福莫分。我们成都市万春小学的同学们，万春菩萨，自信飞扬，力争万春，梦想成真。还有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智力快车，最出色彩，西航十小，奋勇向前。那么经过前面的激烈角逐呢，我们成都市万春小学和成都市墨子桥小学分校的同学们呢，他们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今天的决赛，要争夺冠亚军。所以呢，究竟花落谁家呢，要看他们的表现了。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来，万春小学金宇杰。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万春小学的金宇杰。我呢是个运动小能手，舞蹈小达人，更是一名减脂小精灵。我不仅是我们万春减脂博物馆的讲解员，更是成都市非遗博览园的讲解员。接下来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陈怡姐姐。啊，来了就送礼物啊，这个好像不太好意思。这是我剪的团花，啊，上面有一个春字。哦，刚好哈，现在是这个春天，好漂亮啊！谢谢你，谢谢。这个很难吧，剪起来？如果学久了就觉得并不难了，轻而易举就可以剪出来。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剪一些简单的图案，嗯，然后呢，再剪团花。这个就叫团花是吧？是的。好，谢谢你啊。好，来晨曦。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万春小学的晨曦。我名字还有一句关于他的话呢，这句话说的是，晨光破晓迎朝露，夕阳破云出东方。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打快板，可以吗？好，可以啊。来，欢迎欢迎。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的鹅，白白的鹅要渡河，白白的河要渡鹅，不知是那河渡鹅还是鹅渡河。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丢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扫了醋，湿了布，腿说嘴，嘴说腿，腿说嘴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到底是那腿说嘴还是嘴说腿？谢谢大家。哎呦，太棒了，晨曦，谢谢你，谢谢。好，来张仁志。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万春小学的张仁志。我是一个爱学习、爱唱歌、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阳光男孩。我的灿烂微笑打动你了吗？请记住，我叫张仁志。何瑞。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万春小学的一名学生，我姓何，人可和，单名一个瑞字，想必我出生的那个冬天一定是祥云瑞气，瑞雪丰年，
我还热爱朗诵，在此我就献给大家一首诗，节选自《北岛的回答》。Baby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冰川寄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近？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就把我算作第1001名。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5000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谢谢大家。其实我在这个书店呢去看过，就是有北岛写给孩子们的诗，我翻过的有一张，我看到的是有印象的是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这本书呢也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爸爸妈妈，可以买给同学们来看一看啊。有些诗歌呢还是挺美的。好，何瑞呢，我觉得是在万春小学他们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个发挥特别稳定的选手。那么今天呢是冠亚军之战，其实心态是最关键的，对吧？要稳定的发挥啊。好，来我们看看木子桥小学分校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戴雨涵，今年10岁了，来自天府之国成都。我比活跃的男生斯文，比斯文的男生活跃，比老实的男生调皮，比调皮的男生老实，这就是我一个喜欢运动喜欢缩小的我。谢谢。好，你这样你用方言版把你的自我介绍再介绍一遍。不行，很谁能用四川话介绍一下自己？我来。啊，那你的队友来王成义说一下。大家好，我叫王成义，我来自美丽的四川，我喜欢我的家乡，喜欢成都这座像棉花一样舒服的城市。这里有可爱的大熊猫，宏伟的都江堰，还有我的吉他。谁给我翻译一下？他说他你再说一遍。大家好，我叫王成义。大家好，我叫王成义，我来自美丽的四川。我来自美丽的四川。我喜欢我的家乡。我喜欢我的家乡。喜欢四川这座像棉花一样舒服的城市。喜欢这座像棉花一样舒服的城市。这里有可爱的大熊猫。这里有可爱的大熊猫。哦，就是大熊猫是吧？大熊猫。宏伟的都江堰。宏伟的都江堰。还有我的吉他。还有我的吉他。我的吉他。好了，谢谢。哎呦，太棒了。好，来刘子欣。嗨，大家好，我叫刘子欣，大家也可以叫我刘自信。我来自成都市墨子桥小学分校5年级1班。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听音乐。李林瑞。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李瑞，来自墨子桥小学分校6年级2班。我是一个性格开朗活泼的小男孩。我喜欢画画、唱歌和跳舞，谢谢大家。好，你都跳什么舞呢？街舞。街舞啊？要来一段吗？你们想看吗？那来吧，李林瑞。哇，太棒了。谢谢。吕林瑞，你觉得跳完舞之后怎么样？有点累呀。我以为你说哎呀我跳完舞之后就更加有信心了，是不是？好，来，希望我们两队呢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取得好成绩啊。我们在答题过程当中呢还需要一些道具的使用，那我就要需要小助和小手了，对吧？来，有请今天的小助和小手。
来，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成都市万春小学的陈思琪，我的英文名叫什么 ？Bill。对的，别看我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不是空气，不是水，不是食物，全是学问呢。哇，那你做小助手太亏了呀，是不是？那叶一堂，你呢？大家好，我叫叶一堂，来自成都市墨子桥小学分校五年级五班。爸爸妈妈给了我一张帅气的脸，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叫我小帅哥。我除了有高颜值，还有聪明的头脑和较强的动手能力。谢谢大家。好，来，谢谢你们啊！今天呢，我要需要你们的帮助了，能帮我完成任务吗？能。好，谢谢两位，来 ，biu， 好，下去吧。好了，那么两边的队员和我们的小助手大家都已经认识了。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游戏来争夺一下答题权。这个游戏呢，我是要考验大家的肺活量，每队选一个肺活量比较大的人来参加。谁来？你们商量一下。你们确定要选他吗？是的。这么瘦弱，小助手上道具。现在这个是小纸船，放在中间。你们两个呢，相互来吹纸船，30秒的时间，时间结束的时候啊，如果纸船在对方的区域当中，那么你就赢了，明白吗？好，准备好啊，我来吹哨啊，咱们计时，来，3、2、1，加油！好，重新开始。10、9、8、7、6、5、4、3、2、1，吹到了这边，那么就是你赢了，因为这个拳是在对方的区域当中，对吧？好，来，谢谢两位。好，那你们选择自己答题还是他们先答题？我们自己答题哈。好，来，第一关我们答答答。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戴雨涵，请听题：《三国演义》中的三国指的是魏、蜀。对的。得分。刘子欣，我国最早的兵书是《孙膑兵法》。错。得分。王成义，英文字母一共有26个。对。得分。吕林瑞，会当凌绝顶的下一句是一览众山小。三。啊，好，得分。戴雨涵，我国最大的佛像是乐山大佛。对。得分。刘子欣，青蛙的幼体是蝌蚪。对的。得分。王成义，相对论是爱迪生提出来的。错。得分。吕林瑞，蒙顶山在浙江省。错。得分。戴雨涵，地球属于太阳系。错。不得分。刘子欣，先听到雷声再看到闪电。错。得分。王成义，目前已知的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对。得分。最后一题，我吕林瑞，农历5月初5是重阳节。对。不得分。他们答对几道题？他们答对了10道题啊，100分，不错。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答错了哪两道题。地球属于太阳系。对的。是。对的。5月初5是什么节？端午节，不是重阳节啊。那我们端午节要做什么？对，有些地区我们要看什么划龙舟比赛是吧？好，来，我们看看万春小学。来，金宇杰，请听题：《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对的。得分。晨曦，2017年是平年。正确。得分。张仁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对。不得分。何瑞，我国交通法规定靠右行驶。正确。得分。金玉杰，即使不会游泳的人也不会在死海中沉入水底。对的。得分。晨曦，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提出来的。对。得分。好，张仁志，我国建军节是7月1日。对。不得分。来，何瑞，风能是可再生能源。正确。得分。金宇杰，杜甫是浪漫主义诗人。错。好，得分。晨曦，但愿人长久的下一句是千里共婵娟。正确。好，得分。张仁志，海洋中数量最多的生物是鱼类。错。好，得分。最后一个何瑞，提出温故而知新的是孔子。
三，正确。好，得分。也错了两道是吧？来，先给他们加上分。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张仁智，他是第二位。第一位知道吗？秦始皇。不是不是，唐朝的第一位。李渊。对了，回答正确啊！场下有同学知道，哎呀，真棒。好，还有一道题，我国建军节是8月1日。好，那我们第一关呢结束了啊，两方呢战胜了平手啊，所以说这冠亚军之赛都是实力相当的选手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是吧？好，不错啊。下面这关呢是抢，我们的规则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在我说完开始之后你们才可以抢答，如果提前抢了要被扣分，答错也要被扣分。来听第一题，天府之国中的天府在古代原来指的是 A 人体的穴位， B 古代的官职， C 古代的地名。开始。好，哪个？商量啊，快点，3、2、1 ABC 哪个？应该选成古代的一个地名。好，回答错误，是 B。 哎，古代的官职，它是指掌管天子府库的人，记住了吗？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下一题啊。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前三名叫什么？开始。状元、榜眼、探花。好，回答正确，来加十分。继续啊，唐宋八大家中，出生在四川的是谁？开始。苏洵、苏九。三个人异口同声，回答正确，加十分。下一题，请至少说出中国四大盆地中的两个。开始。还是他们抢到了。吐鲁番、四川。还有吗？只算两个。柴达盆地。还有吗？不要了。还有了？你知道就这三个是吧？嗯。好，先告诉你们啊。里面有两个是正确的，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四川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盆地。柴达有没有？柴达。那是你刚才说的。来，五、四、三、二、一。吐鲁番盆地。确定这个答案了是吗？第一个正确答案是四川盆地，第二个准噶尔盆地，第三个塔里木盆地，最后一个柴达木盆地。你最后确定答案的时候你说的是什么？选的是吐鲁番。对，所以对不起，回答错误，来扣掉十分。我觉得你们三个需要，四个人需要总结一下，到目前你们因为这个抢题就连连失误了是吧？什么原因呢？何瑞，我们有时候遇到难的没商量，然后就开始说了。对，不要盲目的抢到，你要回答正确才能加分，否则你就要失掉这一分是吧？好，来我们继续啊。下面这些源于三国演义的成语，其中的主要人物不包含诸葛亮的是 A 三顾茅庐， B 草船借箭， C 过关斩将， D 锦囊妙计。开始。好，过关斩将。过关斩将说的是谁？戴宇。关羽。三顾茅庐讲的是谁的？三顾茅庐是讲的是那个刘备去请诸葛亮。嗯，好，草船借箭呢？草船借箭好像是那个周瑜利用了那个诸葛亮的方法去借这个借箭。锦囊妙计呢？锦囊妙计我记不得了。那么场下有同学知道吗？这个锦囊妙计是什么？来，这个同学。锦囊妙计是诸葛亮留给赵云的三个妙计，让他在危急时刻打开。好，谢谢你，谢谢，恭喜你们，来回答正确，加上十分。来，我们看看场上的比分，现在呢距离开始慢慢拉开了。万春小学现在是80分，我们墨子桥小学分校是110分，落后了三道题，你们要加油了啊！来，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万春加油。好，我们请小助手来拿上道具。下面这道题呢是找不同，来开始。那个来，一起吗？来，我给大家看这个图，然后时间到了我就会把它翻过去了啊。
我先来看。好，五四三二一，好，停，你们选出一个人来，找出不同的地方画出来，谁来？好，来，一共五处啊。五处。嗯，这儿，还有这儿。这个是什么？这个还少了一个气球。还差两个地方。好吧。好。它标的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儿还有一个，五个是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啊，对不对？来，来，晨曦，你帮我拿着这个，这个地方对了，对吧？这个是对的，然后帽子是对的，旗子是对的，车轮不太对，这个彩带的颜色不一样，看到了吗？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五处。嗯、哦，很遗憾没有回答正确。好，来扣掉十分。没关系啊，加油，再接再厉啊！来，我们看看下一题。我国古代有一种运动，是用脚踢球，跟现在的足球差不多。请问这种运动叫什么 ？A. 脚球 ，B. 蹴鞠 ，C. 马球。开始。蹴鞠。好，三兄弟回答正确，来加上十分。再接再厉啊！下一题。以下哪部著作不是由孔子编定的 ？A. 诗经 B. 尚书 C. 春秋 D. 论语。开始。诗经吧，尚书。来，告诉我哪一个？诗经。回答错误。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论语。是孔子的弟子编的哦。那么《论语》是谁编的？孔子的弟子。对呀、啊，我说的不是由孔子编定的吗？没有办法了，是吧？再努力，再努力。来，你们也要注意了啊！2017年，成都白天时间最短的一天是？开始。冬至。来，加上十分。哎呦，太激动了，好不容易拿到十分。墨子桥小学。你们是不抢了吗？是觉得他们落后了要帮他们吗？不，我们按每次都没按到。对，因为我们要思考，他们急于按他，没有思考他，就会就像刚才一样，那就是如果越他按的越多，他按的越多，他错的也就越多。就是因为狂按，那个失了很多分。哦，一定是自己要思考清楚，然后再去抢这个题，要不然还会扣分是吧？人家有策略了啊，你们不要那么着急，听到了没有？下一题，请说出至少三种中国书法的字体。开始。楷。因为没有思考，你们就开始了。楷书、小篆、隶书。还能再多说几个吗？那个篆隶楷行草。来，回答正确，加上十分。我们继续了啊，现在比分开始缩小了，只差20分。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来听听。辣椒的原产地是 A 中国 B 墨西哥 C 印度。开始。是什么？中国。是印度。来，还有墨西哥。想好啊，你们三个人来，五四，我们选二墨西哥。确定吗？墨西哥。好，回答正确。对，辣椒的原产国是墨西哥、那么就是从那边慢慢传到我们这边来啊。好了，现在呢我们第二关结束了。哎呀，大家也很紧张是吧？一路拼杀的也非常的刺激，是不是？好，我们中场休息一下，我们课间休息一下。
我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哇，我想变成他。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我，超人来了。总之，我要拯救地球。拯救地球，好的。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来玩个辩论的游戏，之前你们也玩过是吧？我今天给你们个题目呢，是用劳动换零花钱好不好？你们是正方，你们是反方。好，你们的立论就是说用这个劳动换零花钱好，你们说不好。两分钟的时间来每队提出你们的立论。来，这边开始，正方。大家好，我们队认为劳动是最光荣的，现在是新石器时代，我们应该利用正确的金钱观，然后呢让金钱成为我们的工具，实现我们的价值。结束了吗？是的。好，来反方。我方认为劳动获取金钱获取钱是不好的，因为你在家里，你就是家里的一员，做家务还有劳动都是你的责任和职责，你该做的，所以我方觉得用劳动换取零花钱是不好的。好，那么我们下一环节是提问环节，先由正方向反方提问，时间一分钟开始。我想问一问正方反方二辩，爸爸妈妈用自己的劳动去工作换来的工资，这也是可耻的吗？这也是不可以的吗？如果是我们在家里面做家务，难道我们也要向爸爸妈妈索取吗？爸爸妈妈给我们钱，这是情谊。我们为家里打扫卫生，做一些家务，这是本分，本分和情谊是不冲突的。那你就表明了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要是做了，我们本来就应该做劳动，自己动手着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社会。那这就对了，这不是表明你同意我的观点吗？而且我再来问一问，那我们向爸爸妈妈换劳动换了的钱，我们不可以拿来买一些礼物而回馈于爸爸妈妈吗？这不可以吗？那万一你是拿去乱花呢？我没有说我们要拿去乱花呀，我说的是要买礼物送给爸爸妈妈。那我也没有说我要拿。好，时间到，我们反方向正方提问。啊，给你举一个事例，有一个小孩，他从来不劳动，然后他妈妈就为了让他劳动，就说如果他要是劳动的话，他就给他零花钱奖励。后面他就每次劳动的时候跟他妈妈讲价钱，他妈妈到没有钱的时候，那他就不做劳动了，那该怎么办？相信这都你说的都是少部分人嘛，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勤奋的，同学们是不是？是。我们懒不懒？不懒。那你说他们都很勤奋，那就说明劳动是不需要金钱来交换的。劳动最光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你不用劳动的方式来换取金钱，那你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获取金钱呢？那难道你要来偷来杀来抢来骗吗？那请问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劳动最光荣？我听过呀。劳动最光荣就说明我们是不需要用金钱换取劳动的，劳动就是本来我们的职责，我们自己要富强祖国就要自己去劳动。那你的意思是你爸爸妈妈每天去辛苦的工作？好，时间到。好，我们提问环节结束啊，下面进入一个自由辩论的环节，三分钟来开始。
反方二辩，我想反驳你。你说《劳动最光荣》这首歌，难道你也是同意我们的观点吗？《劳动最光荣》蜜蜂劳动最后获得了蜂蜜，然后其他的动物劳动都是获得了他自己应有的东西。是呀，他获得自己应有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是获得应有的金钱吗？我们获得的是近自然的美观，比如说我们打扫卫生，我们这就劳动就可以换取这个地方的干净，而不是换取金钱。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每天就辛苦的工作八个小时而什么都没有吗？那他还不如直接就躺在家里玩手机呢，就上什么班啊？对，那请问那祖国怎么富强起来？所以我们劳动就要换取金钱呢，不然你现在身上穿的衣服，你要用的，你要吃的，你要穿的，你要，那你哪来的钱去买呀？那你可以换取别的呀，你为什么凭什么换取金钱？金钱有那么值钱吗？那万一以后都没有金钱，那该怎么办？那你不要反驳对方二辩，你刚刚说了，金钱是一个社会真的发展的一个根本，那就是说，人们劳动也就是为了要用金钱去建设这个社会，不，难道不是吗？那你就是在同意我们的观点了，谢谢。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也可以不用金钱，我们用劳动去发展社会。劳动会让一个人感到责任感，而你们的金钱是什么呢？那你打算以后衣服都不穿吗？我们在未来的社会中，我们可以不用金钱，我们用劳动去换取自己的衣服和我们要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用金钱？但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可能吗？这世界有懒人也有勤奋的人，那你那样说，不是那些懒惰的人就没有办法去生活了吗？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用劳动去感动别人。假如全世界有一个懒人，全人都在劳动，你觉得他这样懒会一直懒下去吗？怎么不可以呢？而且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怎么可能全世界全都是勤奋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呢？只要我们勤奋，只要我们肯努力，我们就肯定会勤奋的。你觉得太完美了，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你想多了。那为什么学生要做到德智俭美劳呢？因为学校这是在想培养我们，但是每个人不可能长大以后都会成为一个很勤劳的人。世界不是有一个。好，那我们最后还有四辩手来总结陈词，来。谢谢对方辩手刚才精彩的发言，真让我佩服。但是佩服归佩服，我还是得指出你们的错误。第一点，你们刚才认为我们取的是不义之财，但是我们是用劳动换来的金钱，而且我们以后还要送给我们的家长的。那你觉得这样有错吗？而还有，你们刚才还说到这个社会，以后可能会。每个人用自己的勤劳去换取自己的衣服，你们这就太理想化了，世界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谢谢。好，谢谢。来，这边我方坚决反对给钱，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假如从小就培养孩子通过劳动去赚钱，那岂不是所有孩子都钻到钱眼里了？所以我方觉得通过劳动是不能给零花钱的，要让自己勤奋，要让自己有责任感，要让自己通过自己的劳动向前进。谢谢大家。好，谢谢。双方呢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陈词，我觉得整体辩论你们觉得棒不棒？棒，特别精彩啊。我觉得其实父母给不给零花钱，让我们用劳动去换取，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场游戏辩论游戏做下来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劳动最光荣。我们还是在家中或者是在学校，我们积极的用劳动去让自己身边的环境更美好，对吧？好，来，谢谢各位啊，谢谢你们精彩的表现，真棒。我们本场最佳辩手也随之诞生，那就是陈曦。好了，那么我们轻松完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最后一关，叫选呢，剩下四道题，也就是说还有40分。好，现在我们看看场上比分，110分对100分，大家都有机会啊。最后的冠军之战，看看谁能够拿走我们的冠军奖杯。四道题呢，第一道题是填空题，第二道题呢是语文类的，第三道题呢是考你们茶艺，最后一道题是美食。你们现在商量一下，谁来答哪道题？每人只能答一道题。
茶叶，我这没说我来，我都想了。他没有，他老师茶叶是干嘛？选好了吗？我们第一道题呢是填空题，来，谁答第一道题先站上来。刘子欣、何瑞是吗？来，站到我身边，来上道具。这道题怎么做？在规定时间当中，在括号内填上合适的词，使这个等式成立。那么每个人的题板上呢有一个例子，你们可以照着这个例子来考虑啊。规定时间当中，看看谁能够完成的多。来，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啊，不要填了。看清楚后面的答案是什么，都是什么？鸡什么？来，注意时间了啊！最后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停。好，来，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给出的例子，一只加一只等于一双。好，三天加四天等于一周。我们看看这边，三天加四天，这个都是一样的。好，下一个没有达到，五月加七月等于都是一年，都有一个没有写出来。好，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每队再派上来一个人，谁要是能把这个填上来，谁就获胜啊。来，三二一，开始。几乎是同时啊，五和七再写出来一个。小助手可以帮忙吗？那这样吧，我们让小助手上来吧。因为他，等会儿，来，别着急，你们俩都知道，来来来，快！三二一，开始。甄思琪，你写的是什么？支是吗？嗯。五支加七支等于？一打。一打。五个加七个，虽然答案都是对的，但是呢，叶一堂确实要快一步，对不对？其实呢，程思琪你就慢在什么？这个支啊，是不是笔画要多一些？个呢，只有很快的两笔，对不对？好，那么叶一堂你们获胜，来奖赏十分。下题是语文题，你们谁来答？好，来晨曦，请上我们的道具。这道题目我们要做什么？在规定时间当中写出笔画只有两画的字，写得多的一组获胜。来，三二一，开始。好，我们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我们看看啊，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七个是吧？好，我们再看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多一个，来，恭喜你们拿到十分。下一道题呢，刚才我说了，你们可以团队来作战，我们比的是茶艺。那么现在呢，我们落后的是万春小学，这样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你们是选择你们队先来还是他们队先来？他们我觉得他们先来，然后我们再吸取经验。好，对他们先来。好，你们先来哈。来，小助手上道具。现在呢有四杯水，把这四杯水灌到这个壶里头，那么我们的队员要做什么？接力倒茶，你开始倒，把这个杯子倒满，然后呢传给下一位，最后看谁杯子里的水多，哪个队就获胜。你们自己把这个水倒到壶里，然后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倒，前一个人倒满了，下一个人才能倒啊。慢点，
最后一个难度最大是吧？好，开始。我勒个娘！不要你哦！我！哎呦！你别笑，我想笑。啊！不笑！不笑！不笑！糟糟了，半杯半度。第二个。别着急，别着急。别倒满。要倒满啊！要倒满。对呀、啊，倒满你才能下一个人开始。哦，他们更有经验哦。好，换下一个人。我是最难的。好。第一不能保住，第二保住。对，你别弄到六杯。很好。再来，再来。啊！差一点，还差一点，还差一点。还差一点，还差到我。好，好，来下一个。他们看了我们的经验丰富。哇，这个很厉害啊！那我就完了。你可以把壶嘴拿起来呀，想办法啊。继续，继续，没有满。我说我等了，慢慢等。这时候倒满了吗？这好嘞。好。死定了！我觉得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嘛。没得水了，没得水了，没得水了！哇，好，没了，浪费了半杯，我们就差不多的了。我们最后评判就是最后一杯啊，看看最后一个杯子谁剩的多，谁就获胜了啊！现在你们的成绩是这些。开始，把放到里面一点倒，倒好，可以倒。不要尿了！不要说了，干了姐姐，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把那个打倒了。不要动。不要动，姐姐。没满，没满。静静。没有满，没有满。没有满，好，下一个。两个不打了你。对。不要说干了这样子，往后。继续，不要，继续，他停，没满，没满，没满，还没有满，一劲儿，满了，下一个，哎，往后，停掉了，停，好，满了吗？好了。结果很明显了吧，是不是？你看桌子上红色的水是不是更多，你们洒的更多。好，来，恭喜你们加上10分。现在场上变成了平局，也剩下最后一道题，非常关键啊。大雨涵来答题是吗？好，来，站在我身边。这边呢，我来。来，张仁志。张仁志，你对美食很了解吗？四川的美食我精熟得很。四川的美食他都知道，你呢，戴雨涵？全国各地。全国各地，哦哟，范围更广了。天哪，美食的比拼啊！好，这道题目是在这些菜肴的图片中找出属于川菜菜系的菜肴。那么我们的同学们现在手中有这个菜肴的图片，那么请你们把这个菜肴找出来，带着题板的同学带上来好吗？3、2、1。
树造林不能少，更要爱护小树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三、二、一，开始。站住！我先拿一本，我先帮忙。好，来，我们有时间啊，时间限制，看谁找的最多。站住！我先抢。来。好，来，找完了吗？这道题我们是看谁找的对的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什么菜？这个是什么？扬州炒饭。扬州炒饭是什么菜系？扬州的淮扬菜系。这个是什么？粤菜。东坡肘子是吧？东坡肘子是我们的川菜，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呢？糖醋里脊。这个是担担面。京酱肉丝，这个是什么？龙抄。抄手，对了几个？一二三，三个。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是什么？麻婆豆腐。这个呢？鱼香肉丝。对，这个呢？这个叫什么？文思豆腐。文思豆腐是淮扬菜。哎。莫子桥小学分校的同学们今天表现得特别棒，对不对？但是最后就差了一点点，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好，谢谢你们。那我们同时也要恭喜我们成都市万春小学获得了我们本次校级大比拼的冠军。来，下面呢我们有请小助手拿上我们的奖杯，我们先颁发给亚军。好，来，有请。好，来，谁来拿？好，一起拿。好，来，我们还有这个证书送给大家，来，每人一个。好，好，来，好，谢谢。好，小助手呢也有，谢谢你。来，冠军奖杯，万春小学。自豪，自豪，耶、yeah ！同样，每人一份证书。好，好了。好，小助手啊，谢谢你。我们再次恭喜我们成都市万春小学获得了本次校级大比拼的冠军。好，恭喜他们。同时也感谢我们莫子桥小学分校的同学们他们的参与，他们也非常棒，拿到了我们的亚军。好，掌声送给他们。好，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好，下一期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